王大陆近日在节目挑战过山车，他大张嘴巴狂叫的模样实在太过震撼，还因此登上微博热搜。一搜下去不得了，可怕！王大陆又吃小孩了，他的巨嘴能吃进世间生物等惊悚标题一一出现。 九日在北京举办粉丝庆生会，好友陈乔恩、郭采洁都特地录影片送上生日祝福。陈乔恩也拿他的嘴开玩笑，笑说要他别再吃小孩了。